我是众社会企业共同创办人黄维琪，在台湾高铁新竹站，我们非常高兴，也很谢谢中华电信协助我们发展出各种友善的创新服务。无论是行动不便的、视力障碍的，或是听力需要协助的朋友，现在只要拿出智慧手机，他们就可以一手掌握高铁的各种便利服务，再也不会错过重大讯息公告、列车进站广播。此外，好久不见的家人朋友到了高铁新竹站，我们要跟他们约见面。以前都会说我在第几号出口，却总是找不到彼此。但现在只要拿出手机，他就会告诉你我在哪里，然后再运用 Facebook、Line 把我们所在位置的照片跟地图传给我们的朋友。中华电信与众社会企业有一样的愿景，我们很希望能够用科技为所有的人提供协助，带来方便，保障安全，更创造出幸福的连结。诚挚邀请您跟我们一起用智慧与科技来圆满爱。